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新闻，我是许端义，带您一起关心淡水及北海岸的重要消息。诈骗手法推陈出新，让人防不胜防。在淡水日前，有一名妇人已经被骗了80万，但却仍然对电话另一头的假检察官深信不疑。昨天他又接获了歹徒来电，要求汇款45000元，还好在银行箱里跟远景的努力之下挡了下来。在邻居陪同之下走进派出所，老妇人看起来防备心很重。这起案件发生在前天，这名红衣老妇人神秘兮兮地跑到邻居许姓男子家里说要借钱，因为妇人始终不肯透露钱的用途，邻居觉得老妇可能被诈骗，主动要求陪老妇人去银行，一边拖延并一边报警。因为那个阿尚一开始不太信任警察，所以我们有在从旁边在帮警察，就是说让那个老妇人了解说他要汇款的这个账户其实是个警示账户，那是有问题的。那慢慢跟他沟通以后，他才慢慢有打消，就是说要再汇款的那个意思。许姓女子一路提醒老妇，但她始终置之不理。到了银行之后，乡里也加入劝说行列，远景更是到场告知她被诈骗了，但老妇人仍然坚持不肯相信警察，最后只好带她回派出所劝说了4个小时，老妇才相信自己被骗。也是先跟她劝说，然后先联合那个行员来先说，先不要让她汇款。那也是在场先跟她说，这个电话都是假的，然后请我们电脑先查，都是有被通报过的，然后。当下就在场先把他劝回来派出所，然后再到派出所慢慢的劝导他，然后他才慢慢相信这样。指着诈骗通报网页，那只被用来诈骗老妇人的号码已经被通报多次是诈骗电话，远景就坐在值班台前无嘴公告不暖，老妇人最后才相信自己被骗。而警方也要呼吁民众，遇到假检察官诈骗的手法千万不要相信，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3支巴拉卡公路是许多自行车爱好者的挑战圣地，但是在地里长就说，在通往巴拉卡之前，这一条101县道在平时就有许多的大型砂石车经过，看到这些自行车与砂石车在只有两线道的马路上争道，里长希望市政府交通局能够针对在假日的时候控管这条道路的大型卡车。在3支101线道往巴拉卡公路是许多自行车爱好者的挑战圣地，而这些单车骑士都会从101北新庄的这一条主要道路骑上巴拉卡公路。但是在地里长表示，这条101线道在平时就有许多大型的砂石车经过，不过在假日时，这些自行车与砂石车在只有两线道的马路上争道。旅长说，真的是险象环生。平常啊，骑脚踏车的人非常多哈。尤其是他们爬这个巴拉卡公路，也就是101衔接这个101甲线。那平常他们在骑的时候，有时候脚踏车本身就会并排啊。那这一条路的话，等有很多那砂石车，砂石车它本身速度又开得很快啊，有时候脚踏车跟砂石车在争道的时候，险象环生哈。里长表示，许多自行车骑士除了都会走这条道路之外，有的还会并排骑乘，再加上卡车的速度非常快，因此里长希望市府交通局能够针对假日的时候控管这条道路的大型卡车。那我们看到说，有时候看到会捏一把汗，等于说。假日，尤其是假日的时候，它砂石车特别多。那我们是希望说，在101的时候，因为兼顾到这个行人安全，啊，骑脚踏车的人非常多，所以说我们希望说，有关当局哈，尤其是交通局拿出魄力，把在假日的时候进行我们这个砂石车连接车。在101县道是淡水通往3支的主要道路，里长说这里经过的卡车速度都非常快，再加上自行车骑士也很多，因此也很容易发生事故。而里长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严拟假日的砂石车通行许可。记者许端义3支采访报道。淡水红毛城下方其实有一座停车场，但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多年来使用率一直偏低。不过最近交通局也把这个停车场重新委外经营，而新的业者更提供了全国首创的停车免费借自行车的服务。锣鼓喧天，祥狮献瑞，红毛城停车场今天相当热闹。原来是停车场委外经营后重新开幕，营运厂商特地举办记者会，希望利用热闹的活动来炒热气氛，让大家知道停车场已经改头换面了。很多人可能停车，
那他也不知道去哪里租借这个脚踏车，所以我们就把它整体的规划在一起，做成一个一体性的服务。所以你来这边停车，我们就免费租借你两台脚踏车，这样你就省去很多的麻烦。所以这个是一个贴心的服务。我想我们公司在服务这一块本来就是，要做到一个停车场不是只一个停车场。它应该要有多功能的一个停车场的一个构想。来到停车场内一看，业者利用文创的精神重新打造了特别的布景，而除此之外更提供了周边社区弱势学童的早餐当作公益回馈。而最特别的是，全国首创的只要进来停车就可以免费借用两部单车，这样的做法也获得了交通局和公所的大力肯定。停车啊，可以租借两辆自行车，我想苏永进这个措施是非常非常的好，尤其是我们这个淡水啊，是一个非常旅游的一个圣地，我想这个政策啊，您可以考虑在其他的停车场呢也来实施，好，这个我非常期待。需要我们用脚踏车呢来让它完成串联起来，所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停车场的重新开幕跟提供我们的这个热活单车呢，我相信对整个淡水的这个观光景点的再促进，我讲有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影响。红毛城停车场的环境相当好，但碍于地理位置，多年来使用率始终不高。而看好年底海关码头即将开放，业者大手笔投资并创造话题，提供地方回馈，这样的精神也值得大家多给他们鼓励。记者陈博伟淡水采访报道。想要吃万里蟹，但是又不想到人挤人的地方吗？新北市政府从去年开始行销万里蟹以来，每到假日，游客都把野柳与龟吼渔港挤得水泄不通。不过，今年的螃蟹季第一站的活动将会在明天星期六日两天，以区位的闯关方式促进消费与观光。新北市政府从开始行销万里蟹以来，在北海岸的各大渔港，每到假日，游客更是挤得水泄不通。不过，今年的螃蟹季第一站的活动将会在10月4号于石门区的富基渔港开跑。富基渔市的厂商表示，这个周末6日连续两天将会以趣味的游戏方式，消费者只要成功闯过3关，就能够当场获得200元的现金抵用券。蟹之乡大冒险活动，那第一关当然就是说我们来认识那个我们这边的螃蟹，那第二关就是说，跟那个蟹老板来做那个打卡互动的那个一个活动。那第三关就是抢救蟹宝宝活动，所谓抢救蟹宝宝活动，就是我们现在在提倡的，那个禁止捕捞那个有抱卵的螃蟹，跟那个过小只的螃蟹。对，我们今天那个十月份开始第一个礼拜的那个螃蟹季开始，那第一个礼拜是在我们富基渔港，4号、5号礼拜六、礼拜天开始。厂商表示，今年以蟹之乡大冒险闯三关为主题，在渔市的 A 区会有活动摊位，包括了猜猜我是谁、我是蟹老板以及抢救蟹宝宝3个关卡。而渔市说，新北市所主打的万里蟹包括了发蟹、十旬以及3点蟹，在富基渔港就是主要的蟹货区，而民众在这里就可以找到最新鲜的海蟹。那我们这边所谓的万里蟹，就是由我们这边富基渔港很多的渔船这边进大量捕捞的那个螃蟹，由我们这边那个出去批发到各地方那万里蟹其实就是我们富基渔港这边出产的，这边捕捞的一个螃蟹3点蟹。由于万里蟹的产地西北渔场距离富基渔港相当的近，而因为地利之便，这里也就成为许多渔船的下货地点。而市府农业局也希望借由趣味的闯关游戏结合打卡活动，达到推广螃蟹文化、促进观光与消费，并且传达海洋永续经营的重要意义。记者徐兰义石门采访报道。这几天三商杯台湾名人赛在淡水的高尔夫球场进行当中，而总奖金高达1950万元，来自全球19个国家120位中外好手齐聚一堂。而这项赛事今年已经迈入了第28届，除了培育选手之外，主办单位也特地安排了淡水区的各级学生进来参观，希望高尔夫球的运动能够在淡水扎根。选手在场上漂亮开球，博得满堂彩。这里是老淡水球场，也是台湾高尔夫的发源地。而正在进行的是台湾名人杯暨三商杯高尔夫邀请赛。而为了让台湾的高尔夫运动能够向下扎根，主办单位更是邀请了各级学校一起来到球场，体验高尔夫的魅力。
今年已经28届了，可能我们希望搬到50届、100届。那个时候呢，淡水人只要提到说，哎呀，这个台湾名人赛就是我们淡水人的比赛，也是我们淡水人的这个荣耀以及文化，啊，这是我们的目的的啊，希望说，有一天呢，这个所有的淡水的我们的居民或者说是淡水的这个，现在不是淡水区啊哈，居民，他们一到10月的时候就知道哦，我们在这个老淡水，哦，有这个台湾名人赛。让中小学生到场上亲自观赏国际选手的风范，而这里大学的运动管理系学生更是趁机参观了整个大会主办单位的临时办公室，近距离来观察国际赛事筹办的细节，这样的体验让他们直呼真的是获益良多。所以呢，我就是让他们能够了解一下，就是说，通常这个记者他们在参与这样的一个播报就是报道这个赛事的时候，他们的一些流程还是怎么样来做，那让这些同学可以比较清楚。可以看到就是选手就是认真打球的样子，然后比赛的制度，这个就是三商杯比赛制度是怎么办的这样。除了开放一般民众进场看球，明后两天主办单位更是举办了健行活动，捐站更是搭起舞台，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除了比赛之外，也能够推广高尔夫文化，希望把台湾名人赛打造成让淡水人都认同的地方赛事。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三芝区办理关怀据点今年已经迈入了第3年，而今天在西班里期末成果展当中，不只是长者表演学习已久的舞蹈，还将这几个月的才艺作品展现在大家面前。而今年虽然已经告了一个段落，但是明年的活动区公所也承诺将会一直办理下去，让三芝的长者生活能够更加的丰富。三芝区办理关怀据点已经迈入了第3年，而在这期间，从一开始的3个里古装洗板以及普平里，到现在已经有7个里一起举办关怀据点。而这个活动不只是大家聚在一起共餐，每个星期都会有1到2天的时间，由公所请到才艺老师来教阿公阿嬷做各种手工艺品。而今天在洗板里的期末成果展当中，这几个月来的收获都一一展现在众人的面前，这些银发长者们都有说不完的喜悦。新创几个网子在里面，在这个花盆下面，哦，然后嘛，再弄一点土下去，哦啊，然后把这个苗把它放下去，那是油画吧？嘿，伊这个油画一款点着伊就着着，嘿啦，为油画哦，嘿啦，啊是其实是袂啥香味啦，啊，伊老师讲安尼就，伊讲轻随便安就敢那有一种意思安尼就着啦，转去和迄。小学生就讲：“哦，阿妈你这么厉害哦，会去画安尼出来，嘿嘿，嘿嘿嘿，回去会提好看，展览后会提顶好看。”阿妈说，当她把作品带回家时，家中的孙子都还很惊讶的与阿妈讨论。而眼前的成果展作品，可说是每一位关怀据点成员长期下来所学习的点滴。而里长与区长都表示，在市府推动共餐之前，他们已经用这个模式，从原本一开始没有什么人来参加，到现在让长辈越聚越多。大家都非常的期待来参与。虽然我们短短办了差不多2年多，将近进入第3个年头了哈。其实我们在刚办的时候，接了几挂许多拢接客气的，伊唔敢轻易的尝试。我发现讲，即卖许多做甲非常的有心得啊。每一遍迄个关怀据点要开始的时候，伊拢会有一个寄托。可以看到，我们虽然说年纪比较长的长辈，但是他的智慧哈，展现出来的作品相当的不容易。相当令人感动，所以我们关怀据点我们会继续再办下去，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一个活动。针对每个地区所发展的关怀据点性质会有所不同，内容能够多元化，让更多的长辈生活有所寄托。而虽然今年已经告一个段落，但是明年的活动区公所也承诺将会一直办理下去，让三芝的长者生活能够更加的丰富。记者许端义三芝采访报道。
各位新北市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新北市气象。这礼拜呢，持续受到一些比较微弱的东北风的影响的关系哦，所以呢，各地都会有一些阵雨的情形发生。而且预计从明天开始，又有另外一波比较强一些的这个东北风又要再次南下。这东北风增强之后呢，会造成呢我们这个新北市地区的这个降雨会变得比较明显，而且呢气温也会下降一些哦，要特别的留意。另外呢，就是另外这个八逢台风。目前正在这个太平洋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转北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前进，那我们新北市呢这两天可能会受到这个沿海的风浪会变得稍微大了一些，还要留意长浪的情形哦。详细的情形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八逢台风呢，目前位置就在这个太平洋海面上，持续朝西北会转北北西往这个日本方向前进。那原本预计呢会从日本南边这个擦边而过，不过呢就目前最新的预报来说，它可能会影响到日本这个关东的地区，所以在未来这几天有要前往日本旅游或出差的观众朋友，就要特别留意这个八逢台风的最新动态了。那八逢台风呢，除了影响日本之外呢，也会对台湾我们的新北市附近呢，会有这个沿海的风浪会稍微的增强，而且这个会有一些强浪的情形。那另外呢，就是在从明天开始会有这个东北风再次增强的关系哦，所以我们新北市又会转为比较容易会有降雨，而且气温这次下降的会稍微明显了一些。我们来看一下未来这三天的降雨分布。今天来说呢，天气已经转为比较阴沉一些了，可以看到我们新北市各地呢的云量都是稍微的增加了一些。那周六的时候呢，因为东北风增强，所以呢可以看到整个新北市从这个新北市沿海石门、青山、万里，一直到这个南边比较新店、三峡这附近呢，都是比较容易会有一些阵雨的情形发生。另外到了周日的时候，这个雨带呢就比较移往这个比较南边，在这个我们中和、板桥啊这个三峡这附近，雨量都是会稍微比较明显了一些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这一周的天气状况。今天从周五的时候，天气就是比较阴沉一些，而气温呢来到29度左右。到了周六的时候，天气会逐步的会转为比较容易会有降雨的情形，而且气温会一天比一天的来的下降。那低温方面呢，都来到21到22度，跟先前的25、26度来说呢，是明显的下降了一些。所以那个早出晚归的观众朋友，当然就要特别留意，出门记得要携带一件外套是比较保险的。最后呢，要跟大家介绍就是2014年新北市的泰山狮王文化节。这个泰山狮王文化节主要是由这个新北市这个文化局所举办的。那这个从周六的10点呢，就会在这个新北市泰山综合体育馆盛大的展开。那当然，这一天当中有非常多一系列的活动。对这个舞狮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不妨可以前往这个新北市的泰山综合体育馆来参观一下。以上资讯提供给您，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我是许端义，祝您事事如意，洪树林新闻，我们明天再会。在台湾新北市石门区助力30多年的第一核能发电厂，用过核燃料的储存即将以全新的方式展开。核能反应炉是用铀燃料丸组装成燃料束来发电，燃料束发电过后会到5楼用过核燃料池中存放，而目前存放空间已接近饱和，所以要让燃料丸小铀装在有层层防护的干式储存系统，搬运到户外安置。近来有一些刚用过的燃料树要搬运到燃料池，住在这里已有20多年的小幼应该要搬出去挪出空间了。好，但是我身上还有一些辐射线，出去旅行的话一定需要安全的防护，找谁来保护我好呢？我是密封钢桶，坚固不锈钢制成，我肚量很大，可以装满56组燃料树。我叫混凝土护箱，用钢板和钢筋混凝土做成的。我非常强壮，能阻挡小幼散发出来的辐射，减少对外界的影响哦。我是外加屏蔽，5道块水泥组合而成，我也能阻挡辐射，确保安全。我们让小幼散发出的辐射量对民众的影响低于我国法规规定值的1/5而已哦。我们会在专业人员指挥操作下保护小幼完成干储旅程。Go! 第一阶段燃料装载作业，我在助手传送互相的肚子里，要一起下去到用过燃料池中接小佑跟他的朋友们。
装载过程约30多个小时。装载完成后，为了保护工作人员，要先加上我7寸厚的屏蔽上盖，把我们吊上去吧。五楼防震架能确保工作时发生地震也不会影响安全。安装五楼工作平台，让操作人员能到上方施工。操作人员安装自动焊接机后，全部自动化风焊屏蔽上盖。接下来把我肚子里的水抽干，然后灌进氦气，让我维持在没有氧气的稳定状态。天车调来我的结构上盖，让焊接机把它焊完后，我的工作就大功告成了。别急，还要安装白色起吊环和二楼防震架，待会才能安全又顺利的作业。我先装上衔接器，等会才能让密封钢桶顺利装进我的肚子里。打开五楼防震架，开始吊运作业。启动二楼防震架，天车更换遥控脱钩吊具，扣住密封钢桶起吊环。使用衔接器油压系统，将传送互相顶部的屏蔽门往两侧拉开，然后慢慢轻放到我的肚子里，要小心哦。将密封钢桶放进混凝土互相内之后，将白色起吊环换回梯形吊钩后，勾住传送互相，收起二楼防震架，分别将传送互相与衔接器放回五楼，接着拆下密封钢桶起吊环，盖上混凝土互相上盖。第一阶段工作完成，出发喽！目的地是干式储存厂，前进。第二阶段厂区内运送作业，途中会进行交通管制，禁止不必要的人车通行，确保运送过程安全。多轴油压板车会以大约每小时400多公尺的速度，安全地在合一厂区内行驶，旅程全长约1.6公里。需要大约4个多小时。干式储存厂在小溪与山丘旁边，我们平稳到达了。先用千斤顶把我们撑起来，然后放进4个悬浮气垫，就像坐气垫船，用空气浮力克服摩擦阻力才好运送哦。接着堆高机要搬运我们到固定的位置上。奇怪，我怎么没看到比我更大更壮的外加屏蔽呢？第三阶段的厂区内储存作业要由他来负责耶。我来了，我是五道钢筋水泥块组合而成，我不怕风吹雨淋日晒，保护小用的第三关就交给我。我们组合之后有很好的结构强度与屏蔽功能，使环境的辐射剂量低于法定数值，并且提供良好的散热冷却。用热空气上升原理，由下方孔进气，上方孔排气，采 Z 字形通气的设计，能让小铀的温度低于限值，确保安全无虞。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核能电厂都在厂区内新建用过核子燃料中期干式储存设施。台湾由台电公司、核能研究所与国外技术合作，第一次使用这种方式疏解用过燃料池的存放空间，让核能发电厂能继续运转，提供干净便宜的电力供全台湾人民使用。预计小铀将在储存厂存放40年。希望不久的将来我还能为大家服务。我先去休眠了，各位再见。